近日，著名导演张艺谋被曝已经秘密再婚，除与无锡女子陈婷育有两子一女，还跟另外两个女子生了三个孩子，再加上与前妻的女儿，张艺谋共有七名子女，瞬间老谋子化身葫芦娃他爹。而面对外界排山倒海的质疑声，张艺谋则选择沉默以对，但树欲静而风不止，陪老谋子一起种葫芦的另一位女子又被拖出了水面。据知情人证实，该女子是煤炭文工团演员，当时张艺谋和这两个女人同时好着，两人原本都商量不和张艺谋结婚，但后来陈婷却毁约与张艺谋完婚，女子气不过与陈婷打了一架，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近日媒体人司马平邦再爆料称，其实张艺谋还有第八个孩子，但这个小孩在童年时代就被父亲遗弃了。那你两女吃醋互掐，七娃变八娃，这狗血桥段也太毁三观了吧。对此小编已经无力吐槽，只能对已经63岁高龄的张导说，您这回摊上大事了。有苦一路播报整理报道。